灵，你想什么呢？都不看路。没事，只是觉得水晶视线有点奇怪，刻盘碎片落在千佛洞，但这炸出去的碎片得飞多准才能正好从千佛洞洞口进去。哎，别点别点，你是老在这戳我啊？哎，你还戳？哎，等，我错了，这么的你也知道，我真是品鉴之王，进而就给你推荐个美食，然后你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少戳我两下，中不？兰州有个清汤面啊，像是清汤，就万里飘香，豪杰闻香下马，山谷滋味停车。本尊曾经有幸尝过一次，犹豫说：“哎，真不错。”这表情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就是兰州拉面吗？本尊能给你介绍那么大众的食品吗？本尊给你介绍的是兰州本地拉面。留步，各位留步啊！我们这儿历代有绿洲，但最近久旱不雨的，想求个雨，但降雨神杯得我们这儿的神石才能开。但不知怎的，神杯那儿来了那么些药物，求求你们帮忙把这神石替我们放上去，求求你们了。我方打到目标地点或敌方全灭。OK， 好。哇，人那么多。如我所料，玉玺哥，你看前面站着个人，他周围上还有些上古法阵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阁下，不对啊，没错，法阵中所残存的冲刷痕迹，只有这地脉这样的量级能量通路才能造成。可为什么我启动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呢？这绝对不对啊！不对。阁下，难不成？这不可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法阵到底是什么时候造的？阁下，如果法阵是那个时候造的，那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什么人？你们是从哪来的？为什么带这么多石怪？我都是奔着法阵而来，这些东西像吃屎一般，总会被法阵吸引。不过我可以永绝此患。你们在我调试期间保护我，而且别忘了，别让任何东西闯入法阵。超难的好吗？第一在这儿呢。好，这一关真的会比较难一点的。之前我记得我之前打了三四次的，一在这儿呢。然后我应该要弄那个什么，等下左边还会出现敌人哦。石轮成命，应该弄地狱之阵了，不过没带。啊，对，他修理制造机蜘蛛，差点又忘了。哇，这关很麻烦的。这边又流光人呢，中法无相，一在这儿呢，帮全体补血，一在这儿，见识领地，而且又会爆炸，见识领地，超讨厌的，请奉神旨，想一下哦，打这里。
加油！再撑一会儿。吾乃真龙，十轮成命，终法无相。吾乃真龙，死去，走下是不是？吾乃真龙，请奉神旨。吾乃真龙，终法无相。有关人呢，再放一次。十轮成命。既然都打不死的话，打这一只。终法无相。吾乃真龙。好，休息。好，第六回合了，应该可以过了。可以过。那、过了。四十轮环终又是，百年不见南山摧。毕竟属性有克到敌人啊，会比较好用。阁下，果然。政府法阵效果让他可以集齐扭曲一路的地脉，就能重新激活它。这是一套完整的输送通路，如果能够盘析出他汲取和储存地脉的方式，阁下，哈哈，果然我上通之学才是真正的墨家之道。阁下你别走啊，我们有事问你。算了吧，尉迟哥，这家伙疯疯癫癫的，我看呐、是问不出什么喽。有鬼缠死你之前找到的古惑村民那个大师的吗？这酒泉附近的村镇足有百户，尉迟之客怎么会找到？就当初运气不好吧。没，你这家伙真是豁达，有人要害你，你却当时运气不好。嘿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根香怎么会在这？根？什么根？长死。你不是应该？应该在月里观测星象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就是个长死，会让我出来寻找外物。哎，不说这个了，要是根修你怎么会在这？我明明听说你被调去四川府了。哦，我陈师总还没临时来的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可不一定不醉，我们一定要不醉不归。你说，我们都多久没见面了？上次好像还是和乐龙那些汴京名士一同品鉴须知垂丝杨索呢。阿良，这长蛇所谓旧友，语言不详，也曾闪躲，这是有所隐瞒。我担心他和安坑镇的事有关。无论如何，还是做好准备。没什么声音。素骨镇，更凶，你这是作何？更凶，你这是……现在长死，这只能怪你的运气不好了。我几次三番要阻止你，可没想非但没能阻止你，还让你闯入了住所。为了安全，只能如此。一路上，你是说安康镇的事？
我也一时间这咒语为我是无法抑制，便将蔓延至所有人族，其实人族将遭受重创。你既遇见，为何还要如此行事？为何要如此行事？常识，我看你在夜里待久了，待脑子都学坏了。你忘了康鼻子教你做什么的吗？康鼻子可不是什么凡事的保护者，也不是济世浪好人。康平时背负着降魔使命的利刃，我们于此就是为了降魔罢了。你们想让这个瘟疫传播出去，毁害生命，这不是叫做降魔？人本就是魔之根源，你救那些愚昧的村民，可只需我上演养语，他们就会转头来兵戎相向。这皆是因为他们太软弱了，软弱对这邪念没有丝毫的抵抗。与其这些软弱的人族掌控这是凡事，那不如让妖来控制一切。毕竟曾经就有过那样美好的盛世，虽然那一天看不到，但放心，到那时我为你祭祀的。动手。诸位，张根用素骨阵禁锢了我的身体，我需一段时间才能摆脱，这段时间就靠你们了。那日相比，我本以为在外是把酒言欢，却想不到竟是兵戎相见。多说无益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终究还是对你起了杀意。你若是恨我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恨？我并不恨你，我只是难过，难过你忘却了旧日发生的种种。放心吧，我会安全将你送回院中。你所做的事情就交给那些大人物评论吧。诸位，此番之行多谢你们相助，在下无以为报，便留与诸位一名前辈吧，前臂吧。没，这东西有什么用？诸位可凭此物取我康平寺内宝，多一些简单的事，那师中的奖励一向丰厚。我们还会再见吗？我等缘分远不至此，他日在那春风不度之所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没，这些降魔师说话都是神神叨叨的。哎，不对，他怎么不结巴了？好，你怎就想在这儿见面？千佛洞里从来只有贪嗔痴妄，所谓无父我相，无非法相，神佛早已无寻迹，何其讽刺！狼达马什。曾有石轮宫中的人带着秘经远走，来到这莫高窟内。这些我可没兴趣。西夏人手里的地脉图，你拿到了？拿到了。不出我所料，千年光阴流转，楼兰果然是成了地脉节点。而今这只有一步之遥，和十里山河道一样，此处被截断的气脉得有人来理顺。我倒越来越不明白你这个人了。你说的人是尉迟良？他可是能唤出婴灵来，你就不怕他把你心心念念的魂给唤了出来？到时候你要如何？事未到眼前，谁知道呢？况且我看着那昔年造出的人偶，那熟悉的容貌，一时是想念，但一时看久了又觉厌恶。你真乖戾，造了刻盘在这儿的幻象将人引来，又说不知道他身份，倒叫我去找和尚问。其实你猜到了吧，尉迟良死了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活了。哼，更改水镜显像，混淆他视线的人不是我，我只是顺势来看看这个人究竟能不能理顺天地气脉，再看看在此处他是不是也会听见那声音。56载风霜雨雪，天灾人祸，万民倒悬，你都不曾让我得见。你让我如何丢出你的脸？这儿又来了藏头露尾的人。
来这千佛洞的人都是藏头露尾的，藏着杂念，露出私欲。阁下何出此言？有人求死而复生，又有人求大仇得报，有人求前缘再续，又有人求了断前尘，皆是私欲。你说佛堂要如何？没所求的人不拜佛，但有了所求，拜的便是魔。诸行无常，诸漏皆苦，人拜不过求一念想。那你们前来又求何念想？不求念想，只为一物，是一枚刻盘碎片。碎片倒是未见，但就只见来往之人的欲念纠缠不休，皆是业障。纵这千佛洞异象乱界，佛啊，你也不曾现身。若要生命消失于你座前，你且是否让我得以一见？不好，躲开！现在让我看看啊，佛到底要如何才能现身？他被异化了，先战。看来，我们得与这大家伙作战了。可算是把这玩意儿解决了。阿玲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这是被石化了，但为什么？我去看看，或许除去笼罩他的石化，就能。生还是死，其实没有区别。人之贪念、怨念，你感受到了吗？你究竟是谁？你到底是怎么出现的？我是谁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世间但凡有欲、有怨，我就会出现。你没事吧？世间人拜的佛都长着一张人脸，人心生魔。我见到了，佛就是魔。刻盘不在此处。阿良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地方似乎和十里山河道内的布局几乎是一样，会不会水镜里显示的其实是十里山河道？水镜显示的位置都是距离我们所在地点最近的，我们是在酒泉查看了刻盘碎片的位置，不可能是在十里山河道。不过水镜是不是坏掉了？倒未必是坏了，只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水镜为何能显示刻盘碎片的位置，是不是有人能在背后操纵着显示？哼，是我大意了。哎，莫高窟里的佛雕师看遍了的帕多是求不得，贪嗔痴。世人总求佛问道，求解自己的命，其实啊都不信命。命？佛可不信这个。但确实也一直有宿命一说，否则哪来的占星算命？你们难道感知不到诸天星要带来的律动吗？啊，你感知到什么？你们无法感知吗？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能觉察到星辰变换？你们试试在手指上缠上我的发丝呢，就像这样。
能感觉到吗？很多人都在这天穹中呢，大家都有自己的本属宫宿，我们也不例外。本属宫宿中其实就隐含了我们宿命的轨迹。阿良，我们先看看你吧。我们所为想来俱已命定，否则为何这些早已沉于星耀轨迹上的事能加强我们的天魂之力呢？依依知道天魂之力的用处，我们快来占星啦。果然啊，传说中有太乙占星盘，隐含洛书，对应星耀，天魂之力真的能用在依依的这个东西上。天魂之力通过星盘中回响，好像是能回应本属宫宿。原来传说是真的，经过星盘，天魂之力得以映入星耀，能提升本属宫宿的星等，提升我们的力量。好，烈星的介绍就是这样，我们先回去一下。依依，这太乙占盘你是从何处得的？就是家乡长辈给的呀。哎呀，依依一直觉得这没什么用处呢。真没想到，康平斯手里竟还有这种东西，早知道离家前就多翻翻了。你在莫瓜湖对着那些佛，各求得什么？你求了什么吗，玉溪？我没有吧，本想天下得安，而后又觉得这愿望实在贪婪。话说你求了什么没有？做什么一直追问我？我没求什么，只是在想哪里藏的经书。当年这个地方还在节度使朝鲜顺那。然后呢？然后没什么然后了。那时候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光景，而这里面藏的经卷壁画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？千佛洞都不知道照什么格局修的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只是觉得没道理，偏山就和十里山河道的布置一样，这其中肯定还有什么关联。若十里山河道的修建是截断气脉，那莫高窟应该也差不多。这阿良，那时候殷公子在，我也不好明说。既然你现在问了，我就说说我知道的吧。至尊曾说，莫高窟位置西控昆仑山北离天山南北。十里山河道则断秦岭，虽曾通渠，但其实皆是断开了地脉内的气，如此便只让可能降临的危机先一步阻隔在遥远中原的区域，就是楼兰幻城。师尊说的应该是这吧？师尊说，若不这般截断地脉的气，那幻城降临恐怕就不再需要星轨科盘。但这样不就不得畅通的？那就不会有别的影响吗？这我也不知，只是想着青云来都无碍，应当是无甚关系的。有一张对白，哇，超多哎！位置地点，小不点问一个地方，水电仪显示的地方像是地桥共窟，你有印象没有？没，玉子哥，依依也是头一回到这啊，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而且上次莫高窟位置是假的，这回谁知道是真是假？他就说：“玉池哥，你又有什么打算的？”我确实有点想法，这不是找你商量吗？没，那你肯定是想到什么铤而走险的法子。哥哥，快，快说给依依听。这事情我觉得嘛，其实没什么好主意。不过这一句话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们不如去看看。我手里有五块科盘，对吧？早前闯到禁地的人抢走了一块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赶在玄冥教的人之前找到最后一块。没错，不管怎么说，科盘都是值得找的，眼下也没有别的线索，不如先去看看。这样啊，那我们不如先找个地方打听打听，万一是玄冥教在使诈，应该也能得到消息。去沙洲怎么样？你实话说，你是不是又想吃些什么了？没，才没有，你别胡说，依依还没有问你呢，你怎么不找于姐姐商量？你们两个最近怎么怪怪的？小不点，
大人的事情你就别管。没哈。我们是被那个康平寺的弟子诓骗了，这一路行来我也没接到什么押送妖兽的车队啊。没，你有没有闻到特殊的血腥味来着？无妨，反正我们都在这个宽道上行过，刘云见那先生便算是帮他很忙，若是遇不见那也就罢了。嗯，喂小不点，你要去哪？有求救声啊。这小不点耳朵怎么那么灵？你可知罪，你们康平师还不及到了，我就把货给你们，我还要做什么？这两个弄错了吧？犯意森林，死罪难当。又不是我放的药，我就是个押镖的镖师，那以后知道押的是什么货？愚昧不堪，死罪难脱。你这也太不讲理了吧！救命啊！快来救命啊！你这。事后再说，先做了救人吧。依依在这儿呢。多谢诸位相助，我先撤了。不过诸位放心，等我回了镖局，一定向当家禀告今日之事。我抚慰镖局一向有恩必报。坏物失踪之事，当时。等等，阁下可是康平寺监正？是又如何？我等之所会来此，正是受贵门弟子所托，来汇知阁下一件信息。什么信息？他说沙洲之外有新名叫炼制石之源的痕迹，他与其他门人前往，还需严守。知道了，康比斯，请依一向依规矩行事。你带来消息就是有恩于我，让你放走我押送森林之人，这算是与我们结下冤仇，两者皆怨于大于仇。刚才与那镖师交手时，不小心伤到他们押送的金管。你们若有意与我等平息仇怨的话，就随我一同去寻找密语，为他们治伤吧。没，你们这么多人，还要我们做啥？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当然，这并非请求，去与不去，皆由你们自己决定吧。这人好生报道，尉迟哥，要我说，我们不管他。那些受伤的妖，你也不管了。嗯，好了。你们倒给评评理，我们这儿可说故事抵酒钱，但这一点后忒不讲理了，说了个什么神神叨叨的古墓故事就想不给钱。这回怎么不见那位红衣姑娘？两位行色匆忙，还有事要办？此行本就是诸事缠身。妈，妈呀，怎么又是他们？哎呀，这不是头人吗？不不不，我金盆洗手了。为啥？那你现在在哪儿发财？发财不敢当，也就是赚点死人钱。嗯？误会，不是要人命的买卖。是和齐皇帝做的一样营生，杀好人住那么大墓，我拿死人钱，不偷不抢。和你打探一地方，可能就在这附近。看格局像是一古墓，但却又似有人居住。这，诸位，酒已经请了，离忧就不打扰了，我们。再会。你接着说。这看似古墓却像有人住，听起来就邪门得很，如果不是问到我，还真不一定能知道。我新拜了个祖师爷，名叫呼延虫，喜欢住在古墓中。巧了，这附近就有个若羌古墓，就是我祖师爷的老家。咩啊，祖师爷也能换？换的，见山拜山，见水拜水，我入了这行，可不得找个厉害的祖师爷。如何前往？从沙洲往西一日路程，穿过荒漠，看到一片魔鬼岩就到了。不过，那地方最近在闹鬼，
甭管是人是兽，路过就会失踪。明白了，退下吧。好嘞，好嘞。这村子看起来倒是整洁干净。哎，外乡客啊，敢问你们是江湖人士？那当然了，有什么事就跟依依大爷进来。依依，抱歉，他年纪尚轻，说话有些轻率。不过我等也是江湖人士吧？若你有何所求，请先说来。哎，我们这村子在大漠深处，周围又没什么绿洲或者关岛，所以一直都不怎么富裕。这几年的饥荒可是让我们活着都吃力。不过老天有幸，这今年也不知从何而出来了个神女，她不但为村中的老幼疗伤，可是正有不少饥阔。有那些饥阔，我们这些种嫁妆、织麻布，甚至酿酒、锻金的收成都好了数倍啊。可三天前，神女却说后山上有异动，便独自上山去了。可是整整三天，神女却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村子里的乡亲都急死了，有几个胆大的上去，却被悬崖阻止的入土。这位要是江湖人士，还请替我们看看神女。若是神灵有难，还请做点施予援手。大侠们放心啊，只要能帮上神女，我们一定献出全村的收成给你们。玉溪，你说那神女会不会是黄城市探子所说的默许弟子？没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阁下可是周家庄的神女大人。你们算了，先助我解决这麻烦。我上这前上山采药，见见大量食兽，这让巫主一处法阵，若他们得逞，怕是会在此地酿成灾死灾。但我修为有限，只能以陷阱阻止他们。不过这可不是什么长久之计。那神女大人，停停停，别再叫我神女，这名字太奇怪了，叫我阿秋，默许的阿秋。好神不好的阿秋。嗯，这回好听多了。既然你们来了，就帮我一起解决这些食兽吧。注意哦，这是法阵的碎片，千万别让食兽侵入其中。若是你们准备好了，我可就放开禁制咯。请。他们来了，小心。谢谢你们啊，差点就出大事了。不过这地方为什么时兽出没？事出反常必有鬼。不行，这事一定得查清楚才行。那你知道这些时兽是自何处而来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真的搞出了一个特殊的机括，可以追索时兽移动的痕迹。正好这回看看这东西好不好用，不好用。对了，你们和阿秋同行吗？这等我们再想想。纳米卡萨米纳，是你？纳米卡萨米纳，没想到堂堂小魔师竟会暗中炼制十之源，更如毁了你的杰作。阿秋姑娘，等一下。蠢货，你做了什么？还敢问我？光天化日之下。炼制死之源，你这行为和那些混蛋盗走的玄冥教有何差别？什么炼制死之源？我要捉捕他。玄冥教炼制之法竟然不知怎么流入江湖，若是不尽快解除逆转之术，定要酿出祸患。我康平师费了大把力气才寻到这十之源，此刻就被你化了事，蠢货！你凶什么吗？大不了我再把你捉回来不就得了？虽说是没有十之源，那玄冥教不都是用石兽捏出那东西的吗？我帮你抓这几只石兽不就得了？哼！
这应该是康平斯的图像才对。那是不能成事，我这样原本早没说到说到一番。诸位，我已经放出我墓门独有的陷阱，请那些石怪引用其间，即可捕捉他们，且先助我。你凶什么？我默取的技巧术真是精妙。那、你们看每次做的事怎么都鬼鬼祟祟，一点光明磊落的气魄都没有。总好过你们默取整日鲁莽行事，坏人事都不自知。若不是你们当年胡乱插手，圣坛荣耀尽可覆盖今日，这人世间总会如此多的痛苦和不可得。圣坛，墨菊跟这康明斯交情了那么久吗？真是活在这过去的老头子，不太懒得和你吵。把这机构布置好，就能直接将方才捕获的石咒放出来。我就先走一步了，谢谢你们帮我解决这麻烦，不然回去一定被师父骂死，师兄骂死。我们有缘再见。又是恩怨相抵，告辞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想再撞见这些奇怪的家伙，不管是墨菊还是康平斯。好，终于。行鬼刻盘就在那古墓里，你们做好部署，记住，别让他们死，但也别让他们跑了。白首遵命。只是圣女大人，为何不让他们？可是因为那尉迟良可召出非现实之人，又或者是他与我罗侯眷族一样身具幽隐。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，做好你们该做的事。喵，那个像是刻盘，去看看。你们可算来了，叫老子好等。九阴，堵住他们。刻盘是假的，糟了，后退。呸，这都干不掉你们，命真大。都给我上，干掉他们。这么普通啊，将黑衣的血量压制大概20%哈，黑衣。说了，我不适合打打杀杀的。死不全种。依依在这。我们又见面了，尉迟良。是你。你倒不妨说说。为何要抢行鬼刻盘？哼，抢夺？笑话，我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那不好意思，虽然我不知道这刻盘究竟算是谁的，不过眼下不能给你。降下幻城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？不是什么事儿都要谈好处，只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把刻盘给我，我留你们一命。不好意思，这两样我都想要。那就怪不得我了。依依在这儿呢。居然输给了一帮崽子。好，赢了，最后一击给你。当初我果然没感觉错，这个人果然是有相似的力量。哼，你们真的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
岳池良，刻盘和擦，你选一个。刻盘给你，你放人。不，不可以。刻盘对你而言，竟是如此不重要吗？末将摆手叩见主上。末将本欲此次为主上带回刻盘，不想圣女却在最后关头出现。我真的是把她教得太好了，现在圣女哪去了？末将不知，圣女拿走刻盘后就不见踪迹。摆手，那祭手九阴现又在何处？这末将不知。不知？摆手啊，你知道吗？左右二使是我的人，祭手九阴倒向圣女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，只是在看你打算瞒我多久。主上，末将领罪。你们可真是我的好属下呀，摆手。你想让九阴继续活着，最好就别动两头讨好的念头。末将，你是觉得圣女降下幽城迎回罗侯就能代替我的位置吗？天真。